怎么了耶？挂挂挂挂台语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在台湾马来西亚啦。小林，今日咧是伫个马来西亚的吉隆坡，要去我朋友结婚的婚礼。去婚礼就是要给大家看马来西亚版本的，敢那港式的婚礼的食的物件，就给大家看一下咯。谢谢你啊。马来西亚的签名这样小，我认为。我哋參加阿茂嘅婚禮，第日子啊！我哋吉隆坡人係講廣東話嘅，行啦行啦！行啦！恭喜你，就會有啲女，起碼俾佢 hit 上。家的婚礼大部分是八道菜，但是伫咧台湾就较介意出十道菜。现在是8:09，刚刚还没有东西吃的。你们现在是这样子 ，KL 没有到8:30吃不到了。真的没有 ，KL 是8:30吃不到。你是说最迟的为零？8:09是最迟。这个什么来的？泰国讲，这个是银耳燕山宝，其实就是豆皮、菇、烧肉，然后马来西亚嘛，一定有各种咸的酒，切咸酒啊！我要问这个泰式生咸酒。你也要这样子拍？蛤蟆加石斑鱼。有叫我收，唔知影是用什么钱的呢？用嘴巴剥虾了。哎、欸，这个说落来就是马来西亚婚礼的特色，大家敬酒的时阵一定要喊 “Yum Sing”， 敢那 Cheers 的意思。台湾就叫做 “Hot Da” 啦。然后这个 “Yum” 一定要喊个崩溃，愈长愈好。新郎哥，我嗌长啲嘅，大声啲噶吓。兄弟喺边度啊？新郎哥，兄弟喺边度啊？呢度。呢度。仔饭是广东美食啊，用脚吹出来的饭特别好食的。煮桌敬酒的时阵嘛是要画羊线，有时阵每一队会互相比赛画啥的羊画较长。最后是甜点，伊啊内底包的是乌麻啊。